安、呃，欢迎大家来到创意小剧第一百三十五场。完但我觉得我有点，我觉得我有点初老的状况，我现在开始记不得这个月是第几场的活动。因为这个，这个今年的活动数有点难算，因为我们是一个月一场活动，所以随着。 十一年来，活动数一直增加，我觉得这个数字已经越来越难记了。好，我们今天现场呢，除了有有在座各位陪伴我们之外，我们现在线上直播也有四十位朋友在线上一起看我们的活动。哎、欸，我有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哎、欸，哪一台电脑回送了？ 哦，好，可是我这边关掉了，好，没关系，那那我把它关掉，好，今天我们现在就，哦，现在线上的朋友超过五十位了，好，还有现场的朋友一起。 啊，是水逆吗？还是怎样？喂喂。好，所以，我们今天今天的大的这个技术的关键字是 AI，但是我们在应用层面上则骗集了工业、交通、教育跟行销上面的几个用途。好，那我们除了有四位创业家代表之外，也有两位来宾来针对他们各自的专业的领域，或者是他们所在的产业范围来跟呃几个创业家进行交流跟分享。待会我们都会再一一介绍。 下一页，陆续跟大家分享一些重要的活动资讯哦。第一个，你看就跟 AI 有关系，呃，由台山投资他们来主办的活动叫做 “PiN AI”。这一场活动呢，他们谈的是 AI 的人才荒。他们想要针对，就确实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呃，从这个不管是云端 AI、资料科学。 软体创业这些题目越来越风行之后，好像软体人才越来越炙手可热，越来越难找。然后呢，最近又多了这个区块链，然后 Web Three 跳进来一起抢人才，而且都用超级高的待遇进来抢人才，这样，所以就好像真的人越来越难找。那在台山这场活动，它是三月二十四号下午会举办哦。 呃，邀请到的几个讲者呢，分别有包括像大型成熟企业代表，像友达光电数位转型推进室的处长，然后呢，另外也有国际企业 SD 的资讯长前来分享啊，当然也有新创代表、啊、他是来自戏谷，我想各位可能曾经在呃数位时代或者是创业小剧上面有看过。 他的报道就是，呃，Ionic Labs 的共同创办人兼技术长 Winston 都会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但他是用线上活动的形式，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报名参加。下一个，好了，我刚刚就说那个 Web3 会跳进来抢人才，就是这样。好，确实他们也呃不止 Web3 跳进来抢人才，其实他们也自己也一直很希望可以培育人才，所以呃。 台湾首场这个 Solona 黑客松将在四月登场，他们现在正在征件中，征件日期是到三月二十八号为止。根据同事的介绍，这是第一场以 Web Three 为主题的黑客松。那呃，他们会有培育机制，然后总奖金是多少美金？总奖金是十万美金。OK，好，然后呃，当然最后这个这个黑客松是一个三十小时过夜，就是。 呃，两天一夜的黑客松的的的,的活动跟竞赛，然后他们大概有几个 category，包括 Web3，包括 gaming，包括 DeFi，然后还有包括 Art and Collectibles，就、okay. 这几个项目。所以三月二十八号征件截止，然后四月二十一号会是工程师之夜，四月二十三号会是竞赛，二十四号就是 Demo Day 了。有兴趣跳入这个领域的，一样欢迎报名参加。 好，回来 AI 这个题目，好，果然是非常热的题目。哦，在三月二十九号由 h i v e Ventures 来主办，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这个呃 Galaxy Summit，那呃也是一样，是一个以 AI 产业、新创人才来还有技术为重要主题的这个大型的盛会。然后去年只有半天，今年扩大变成一天。 为什么？因为主办单位代表就在就在台下。OK，今天今年会是在三月二十九号一整天的时间，会在 TICC 国际会议中心。那也邀请到非常非常多的讲者哦，因为是一整天的活动，所以讲者我可能就没有办法一一带过了。欢迎大家可以详情可以看那个 QR code，然后到火龙通上面去去去去看。OK，哇，好好可怕哦！总共分三个 se 很重要的 session 吗？ 好，免费报名吧。好，免费报名哦，免费报名、哦，欢迎大家可以可以参加三月二十九号。好，下一页。好，帮我们自家打个广告。人才这件事情真的是大家都缺，不只是那个新创缺，不只是 Web Three 缺，就传、是、统媒体行业也缺。所以数位时代正在征求各式各样的新伙伴。如果你有兴兴趣加入呃媒体行业工作，然后成为。 这个新的资讯、新的科技，或者是新商业的传教士跟推动者，都欢迎加入数位时代。数位时代现在正在找资深采访编辑、执行编辑等内容的呃内容的同事。然后呢，同时面对新的时代，我们也在开发新的数位型的平台产品，所以我们也有在找平台产品或者是内容开发的企划。那当然就是呃，除了像像。 业务推广这种可能我们在媒体业比较熟悉的工作形态之外，像是创业小聚这样的一个平台，跟推动社群呃发展的组织，我们也在找就是社群营运、社群企划的同事。对，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好，呃，今天除了四个这个、这个、这个新创团队的分享之外呢，我们今天现场也邀请到两位。 来宾分别就他们在 AI 产业的观察以及他们的专业，会在新创团队的分享之后给予一些意见的回馈、提问或者是交流。那先请大家请二位跟观众朋友挥个手吧。首先是 High Ventures 的 Founding Partner y n 好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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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掌啊、哦，我们就是一个 K o 的活动，大家不要对吼、哦。好，然后再来是。 台湾大学资工系的徐宏明教授，老师好，我们第第一次邀请老师来创业小聚，真的真开心。而燕是老朋友了，就是我们常常在各式各样的活动，我去他那边，他去，他来我这里这样子。OK，好，那呃两位点评来宾就是会在新创分享之后，再再跟大家聊聊自由聊聊自由提问。这样，哎，我们有没有给两位点评来宾一个笔记？好，再麻烦一下，对。 好，下一页。首先，我们就要邀请第一位这个新创的代表了。这个是 AI 在工业应用上面的代表，让我们欢迎 Beyond Limits 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钟怡，有请。 今天我那个答应柯奇或者是令怀过来，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徐宏明老师，我非常期待等一下的 Q A 部分，因为在我们道上就是徐宏明老师的名字会不断的被提过，所以那个等一下，其实今天我认为我们我无论讲什么东西都是抛砖引玉，然后最精彩的部分应该是徐宏明老师的部分，对，真的老师好。然后呢，呃，我先大先简介一下我们公司。 我们 Beyond m s AI 它其实是美商公司，那我们是 NASA 的 spin off。那在过去的话，其实大家如果有记得前阵子，就是大概在前年的时候，有火星推进器发送到火星，有之前有一个叫好奇号，有一个叫毅力号，好奇号、毅力号它背后的自动认知系统就是我们公司做的。 那这个技术呢，它虽然听起来很酷炫，但是它它回到地球了以后，大家都还是要做商业化。所以我们在商业化上面，用原本的技术做了几个呃比较适合工业用途的调整。第一个的话是所谓的呃边缘运算。什么叫边缘运算呢？大家可以想象，就是火星到地球其实要通过大气层，呃，data 要传回来，你要通过大气层，这中间的 gap 是十四分钟。 那你就可以想象，光是现在，如果大家在当漏影片的话，那个在家当漏影片瞬间，那个就会流量载的很高嘛，那也会变得很慢。那更何况要从火星传到地球，所以这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那火星机器人它在火星上面，它如果没有办法分辨什么资讯叫重要的，什么东西叫做不重要的话，那其实它不断不但是很耗能，很快这一只机器人就会。 上西天，然后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它会变得很贵、很慢。那所以因此，我们边缘运算在火星上的应用，它其实是说我让这一只机器人它自己可以判断，在终端在摄像头上终端，它就大概可以判断说我今天是看到的东西是重要或不重要。例如说，它如果看到水，那是很重要的发现，火星上有水。可是如果它看到的是石头的话，那反正它看十它看十天也是可以看到石头，这个就不用再传回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边缘运算。那它在台呃，它在所谓工业运用上面，其实比较经典的一种案运用案例，例如说像是呃大众运输里面，你如何去快速 d e t 什么叫做危险，或是如何快速 d e t 什么叫做骚动，这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 好，然后另外一个特殊呃，另外一个呃技术层面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 Hy AI hybrid AI，hybrid AI 等一下会解释，呃，细节差异在哪里。可是大家就可以想象，如果对 AI 产业有一点认知的话，通常会常听到一个那个说法，就是呃，传统的 AI 它是一个黑盒子。 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分，你没你呃，AI 它可能它会告诉你说，它的精度精确度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像是 OCR 这种很成熟的技术。好，然后可是呢，当它出现百分之的零点零零一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它抓起来摇晃，说你为什么做错这个判断？你的逻辑是什么？对不起，就是它是 algorithm，它不会告诉你逻辑，这是传统所谓机器学习的盲点。 那我们的做法，当时其实是为了说，当它呃火星上面它没有足够的 data 量数量去训用机器学习的方式去 t 这个 model，因为当时大家都没上过火星。好，那我们只好用退而求其次的方式，我们让机器人它分开去学习很多不同的影像以及温度，还有各种感官。 最后，我们再给它加一条像是逻辑一样的东西，然后协助它去判断，呃，它遇到这个情况它该怎么反应。所以它会在工业应用上面，它会有几个特性：一个的话是它可以克服所谓的呃 human in the loop，因为你传统是黑盒子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很难改，你要重新训练。另外一个可以克服的问题的话是人机的互信。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很可怕的情况，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机器学习的机器，呃的那个 AI，它在锅炉上面，它告诉你它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准，可是出现了零点零一的时候，它锅炉温度飙升到一万度，那这就会是人命关天。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可解释性，有一些部分的机制是可以去提前 notice 的话，人跟机器的互信提升，那这个时候。 工业应用就比较可能会发生。哎，为什么它不会动？它没电了吗？哦，好，那我刚刚默默把这边讲完了，所以在下一页。这边就是帮呃大家解释一下，就是。 呃，这个也可以插播一个小有趣的小故事。张妈妈就是我妈，张妈，我在这个产业，我在 AI 产业今年已经第六年。张妈妈到今天还是不太清楚她女儿在做什么。然后前几天那个张妈妈打电话来给女儿的时候，突然问她女儿说：“那个，哎，最近我那个如果去打就是。” 苏二去打那个乌克兰，然后有那种那个空拍机器。他说：“你们做的是不是那一种？”我说：“妈，拜托，出门不要说你是我妈，太丢脸了。”所以这边就是解释一下，尽量解释到大家希望都可以听得懂。那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欢迎等一下来问我。这一个是在讲传统，刚刚讲的数值型 AI，它在做判断的时候，它的判断逻辑是什么？ 我们首先会有这个数据会进来，然后呢，我们会出做一个那个像是 machine learning model 的东西去来分析这个数据。那这一段大家可以想象，呃，例如具体的例子，例如说像是大家之前曾经很红过的，为了防止石虎被猎杀，所以。 呃，有曾经有那个实验室做出一个那个录呃，怎么讲？监视器下面去的那个判断模型，凡是只要石虎路过，他就去判判断说这是石虎还是猫咪。然后如果是石虎路过的话，就给你一个 notice 说小心车子不要过来，因为有石虎是保育类动物。好，这个你为一万张石虎照片，让监视器知道什么叫做石虎。这一段就是这一个所谓 numeric AI。 那可是这个这边这一个这一种传统的做法上面，它会有一个盲点，就是刚刚讲的，这边其实是一个黑盒子，意思就是说，它是用 data mountain data c 的方式疯狂为资讯进去给机器去学习。所以第一个，你需要海量的资讯，可能你要判断一个结果，你需要一百万张左右的图片。那只要这个这个如果有对。 呃，有有 AWS 来的人听到这个会很兴奋哦，因为这个烧下去就是很庞大的那个 data 消耗量。另外一个的话是，刚刚讲的黑盒问题，就是说你建了一个那个 algorithm 进去，可是呢，你并没有办法让它去对它的未阳性做出解释。那这个其实就是在工业运用上面最大的盲点。 因为工业运用场域是人命关天的，没有任何一个厂长希望去赌零点零零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工业运用上面大家最痛的一个痛点。另外一个问题的就会是。 你这个，你刚刚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直线。我数据进来分析，output 出去；数据进来分析，output 出去。所以我如果今天是工业制程，大家如果想象生产线的话，生产线它其实是综合的 data 去判断的，就像是人，我们有视觉，有听觉，然后现在，例如说现在我觉得很热，我也会感觉得到温度。工业制程上面是各种。 因素的综合判断结果没有办法是说我单一因素而已，可是在这个情况下，你只能单一 data in，然后有一个初步分析的结果 out，就是 output。那你最后的综合同整，对不起，人脑来判断。那所以，在连续制成上面，人因的比例还有标准化的比例就会被相对这个价值就会被拉低，这个是也是这一块传统模式下面的另外呃盲点哈。 诶，它会动了吗？好，那我们的差异在哪里呢？所谓我们强调说自己是 hybrid AI，的意思是我们还是一样把 data 进去，这边做了初步分析之后，大家就想象这边你把这一段复制一百次不同的 data 进来，我们这边去用专家知识再做一个像是知识图谱。 的概念，大家就想象说，很像是我的背后有一条脊椎，脊椎出伸出来了以后是骨骼，然后接下来会有神经，所以因此我手去碰针，我会觉得痛；然后或者我手会去碰火，我会觉得热。那这一块神经的这一段，其实就是我们这边在做的这一段，就是我们尽量仿人的判断逻辑，去把所谓的呃工业制程它的流程模拟出来。 那实际等一下会呃讲一下实际应用状态。实际应用状态的话，就是当我今天是一个连续制连续性工业制成的时候，我是随着作业员每一步，他会看到一个 monitor，然后这个 monitor 上面会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那或者是说你应该怎么去调你的阀？好，那为什么我这样子建议你？他点开来，他可以后面看到整套的 reasoning。 那他如果不相信这这这一边这边我们 input 进来的 reasoning，他可以去反提出反馈，然后他的反馈行为会被记录下来。所以这边这这加上了所谓的 symbolic 做出 hybrid 之后，它的优点就是第一个 human in the r o o p 就是无论今天这一段的那个价值是在说第一个可信度会增加了，因为瞬间这一个机器人它不是黑盒。 他判断错了，你看到他逻辑，你就知道他错了。他可以沟通了，所以你因此你会开始跟他产生互信，也因此工业相对容易被沟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是工业制程，它是会随着法规，这个老师就在业界也会非常清楚，它会随着法规，它会随着政策而出现呃浮动式的调整。举例来说，像现在那个电呃绿达政府在推绿能，所以会有。 呃，绿能发电的电价，呃，台电收购电价。可是过了几年，如果台电收购电价，它是用即时。现在是你无论发多少电，反正台电就会开线买回去，然后并到台电的电网去，然后供出来嘛。可是呢，如果过几年台电不走这一套，台电走即时建价的时候，对不起，如果你没有，你如果没有这一段，你是走前面，诶，还会懂吗？不会。 等一下哦，你如果没有刚刚那一段，你走这边。对不起，你重做，因为你不可以，你根本没有办法把那个即时状态反馈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说这一段所谓人的知识、人的经验，它被 input 进来，它的重要性，以及它因此它在法规的更新、政策的更新，甚至生产标的公司管理制度的更新上面，它会出现的。 在工业应用场景的价值。那接下来就是开始要讲说，实际我们在推动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在哪里？这个也是希望抛砖引玉，就是同如果在场有同业的话，我们也很希望可以大家这个产业真的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来沟通。实际的困难就是大家通常听到前面了以后，就觉得未来一片光明，然后觉得你们是不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上不是，多数的公司来找我们，我们真的没东西可以做。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要做到刚刚讲的综合判断之前，它其实是有一个步骤的累积。就第一阶段，我要做到是先有数据进来，我要先做数据分析，再来我要做数据科学，最后是一个 machine learning model，最后才是所谓的认知哈。那比较简单的讲法，就会是说我数据。 所谓数据预处理，或者是说我数据的模型，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呃 machine learning 这一块，这个这一块的黑盒，它一定不可能被放弃，它要先走，它先走了以后，我们才有办法去用所谓的知识图谱的架构去给它做 reasoning。可是呢？ 呃，企业端、大企业端，常常他可能 IT 部门他听到的是一知半解，他先听大老板，他先听结论，他会觉得说好，那你可以做到人机互动。 可是对不起，因为过去几年我们比较节俭，所以我们的机器机台是用三十年前的，所以它并不存在收数据的功能。I'm sorry，所以这一段没有。那你这边能不能做一个 model 出来给我？那那个再让我把之后等到我哪一天想更新的时候，我再把那个东西更新出来。对不起，这个没得做。所以其实现阶段我们在工业，我们自己在工业上面遇到比较大的挑战，反而是这一块，就是市场它其实是需要被沟通的。 那这边的话呢，就是把刚刚讲的内容统整一下。就以我们的经验来说，如果你真的要做到工业制成的那个工业制成的 AI 的话，数值这一段有什么样子的成功条件，以及所谓知识上面有什么样子的成功条件？那我们先看前一堆，刚被我按到了吗？数值最重要的就是。 资料接那个 data 的品质要是对的，好，这边直接跳来举例子。刚刚也有跟教授分享到，就是台湾最近因为大家呃银行的钱不停地流到绿能上面去，所以很多绿能业者他可能就开始会花很多钱去买 data，或者是说花很多钱去让他自己的那个呃各种机器变得比较聪明，会产生 data。 可是这个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所有 data 它的起算时间格格式是全部不一样的，或者是说我的 data 之间它的那个呃，它收它这些 data 它跟我想要预期分析的结果是没有不对应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容易产生出一个问题，那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那意思就是说我。 花了钱去买了一堆垃圾，可这些垃圾彼此之间是完全没有办法做 tagging，互相 tagging 也没有办法做统一的，所以其实这一些东西它进来，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分析，因为它可能时间格式完全的是不对。嗯、呃，那当我们在假设我们第一阶段已经克服成功，可以收得到完美数据，进入第二阶段要去做所谓知识图谱的时候，这边又会出现。 这一整段最重要的地方反而是管理问题，这个也是现阶段在工业呃应用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且传统台湾的制程，其实日本也一样，传统的工厂制程它是以组织为单位的。就例如说，我今天是产线的制程工程师，我不会去跟 R&D 工程师讲话，甚至我一辈子见不到他一面。 可是这在呃工业制，当我们在去定义这件知识突破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就是这一间公司究竟对整个企业来说，它好的标准跟坏的标准是什么？因为工业制程它是连续的，它没有办法说我 R D 归 R D 然后制程归制程，然后你们各自搞，然后最后出来的结果，它会告诉你，就是最后出来的面板，它会告诉你说啊、呃、对不起，这是 RD 最好的定义，还是那个制程最好的定义？不会。 呃，反而是我们的常常，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常常因为想要跟我们合作和我们的介入，去促使企业去开始意外解决长久以来的管理问题，那就是彼此之间不沟通，甚至 R&D、制程、采购三方要去定义出自己所谓什么叫做好坏的那个标准性，以及这些它的他们定义中的世切性。 这个反而是这个管理问题，反而是最后也是能不能影响工业支成呃工业 AI 它成功的关键。好，那这边就是总结一下，AI 的技术其实不是万能，就是我们在特别是在工业应用场景，它是一个非常复杂、多面向、牵涉到组织、呃经营的一个那个呃应用模式。 那可是呢？如果一旦成功，它是真的可以协助一个国家的产业转转型，或者是协助一整个时代它的推进了。但是如果要成功，我们也至少最先决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企业内部的资源要配合。人工智慧本身没有价值。 这句话我常常讲，就抱歉在教授面前讲。但是刚刚我，刚刚我上台前我跟教授串好了，教授也同意。人工智慧一堆 algorithm 的堆叠，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algorithm 的堆叠，它有价值的前提是在你要知道你馈进来的 data 是什么，跟非常清楚你预期的 output 是什么。这一整段必须基于你对客户专业知识的理解，例如说。 当我牵涉到 algorithm 的堆叠的时候，同样都是资工系的那个高材生写出来的一堆 algorithm，它在绿能产业上面的运用，跟它在呃我们讲那个 SMT 工业制程产业上面的那个 ODN OEM 上面的运用，它其实以资工的本业来说是一致的，可是呢，它做出来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东面它必须要去统理两种操作。 处情境下面究竟需要什么 data，究竟需要什么样子的 output？这边它其实是牵涉到我们必须仰赖，永远必须仰赖客户的企业内部要有这个认知来协助配合，所以这是第一个成功要素。那通常在我在讲第一个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讲一下，这边其实是一个非常人文思维的工作，所以其实我反而在这个行业越久，我越觉得。 呃，大学的基础教育上面，如何可以多增加一点人文思维？特别是在训练工程师的时候，多一点人文思维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坦白讲，我们现实案例，工程当工程师，他去面对到呃，当一个 AI 工程师，他去面对到 SMT 制成油化的工程师团队的时候，他们之间彼此的对话是文组对文组的对话，因为他跨了一个懂面了以后，瞬间他一起被打回文组。 所以这一块我反而会觉得他是，这也是希望，就是给大家一个一点，如果在座有文族人的话，给大家一点希望就是这一块我反而觉得是将来通才教育下面可以考量的地方。嗯，第二段的话是社会转型必须先行，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回到刚刚讲的。 如果我今天这整段根本机台是不可能收数据的，或者是机台它是五只五只机台分别采购于六十年前、五十年前跟三十年前，然后数据收来的那个格式是截然不同的情况下的时候，sorry，其实它是没有办法有好的 input，或者是说也没有办法产生有价值的 output 的。所以因此就是，如果想要做 AI，最基础的是一个。 公司它的数据，那个呃，它数据数位转型必须先行。那这边举一个那个实际我们现在在面对的案例，就是。 某大太阳能暗场，他們因为拿了太多，呃，政府现在在推这个政策，所以他们拿了太多钱了，拿太多钱了以后，他呃，如果大家熟悉金融市场的话，就会知道说，如果你拿了，当你拿了很多钱，你去讲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故事，银行会给你更多钱。所以呢，这某大太阳能暗场，他就收了很多钱以后，他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去把他的所有太阳的面板变得看起来比较 smart，然后他会跟银行说，他所有东西都上云。 然后他在外面，他成立了一间 data 公司，可是实际上的情况是他收来的 data 就是会遇到我刚刚讲的那个盲点，就是他的 data 彼此之间是不能互相讲话的，跟他究竟这些 data 收进来还要产生出什么 output，他事前并没有去设计跟决定，所以其实这在产业界。 反而反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那也是我会建议大家可以重新思考的事情。如果对这个产业有兴趣的话，那我这边就到今天到此结束。那接下来就是希望老师可以多多指教，谢谢。好，谢谢钟仪。好，在呃，没关系，你就站那儿吧。在那个，我们请来宾来给予一些意见交流的。 之前那个也跟线上的朋友，线上朋友，如果大家听了我们今天不管是创业者或者是点评来宾的分享之后，有任何问题或好奇，想要请我们来宾来进一步分享的，都欢迎在连书上面留言哦、喔。就是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大概一百五十位左右的观众，所以也也欢迎大家可以来。 留言，然后我会帮你们发问，这样子，好，那但是留的时候可能要讲清楚一点，你希望可以请请谁来回答您的疑问？好，那我们回到钟医跟点评来宾的身上，我们是不是先请燕好不好？好好,好好，先请老师好了，因为钟医一直想要跟老师多交流，我们是不是先请徐教授？然后针对刚刚钟仪的分享，呃，是有 echo 的地方，还是有没有什么想要进一步交流的？ 我我相信，呃，在场我先讲，在场所有的 startup，其实我们都看到很多机会，看到的问题，没有人知道怎样搜寻是最好的啦。那因为我自己也是好几家 startup 公司出身的人，所以更清楚在 startup 当中有很多的挑战。那我想我们的角色是希望说，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帮忙，或者我们看到一些东西，大家可以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一下哈。所以，所以我我我很好奇，因为其实啊，big 问题当然是，我想比亚迪米有很好的 technology background。 啊，是相当好的工业，在在过去几年，在 sensor data 上，或是 even 在一些未知环境上的探索，有相当大的经验。所以感觉上是可能至少在台湾这边是专注在这些工业的这样的 sensor，或者或是这种智能或反应决策上的这样的的的工作跟技术。那我当然很多问题，我想问一下，说你们看到怎样的的的哪些？ Vertical 的产业事实上是可以 benefit from 这些 technology，因为因为其实 start 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嘛，绝对不是为了做功德。可是有很多 factor 嘛，scalability，然后真的你做这件事情价值很高的这件事情，那你看到哪些产业真的可以 benefit from 你们的 technology？那怎么解决决决定？因为工业界很大的问题是 scalability 的问题，还有 flexibility，生产线一直在换。 那这个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这是很大的问题，大家都遇到。我想你你们可能也看得多，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谢谢。谢谢老师。那个我先说，其实今天原本有简有准备简报是要简，就是要回答老师这个问题，就真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但是呢，因为真的那个时间不够的关系，所以先把它卡掉。那我就容忍我手口头讲。 呃，老师回答老师问的一个问题，其实是非常经典。我们在做呃选择，呃，先说就 AI，它其实是一个 craftman work，它其实有很高成分的是 customization。可是因为我们通常业者的心态是，我尽量要做到一个那个 SaaS model，意思就是说我跟老师讲刚刚提到的一样，我当我出现一套的时候，我尽量有办法快速复制到所有产线。 所以，其实老师刚刚的问的问题比较偏向是说，我们在去衡量我要不要切入这个产业之前，或者是说我要怎么切入这个产业，我要不要做这个题目之前，我会我一定会先去衡量的地方是，这个模式它的可复制性有多高。那以台湾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呃题目叫做 SMT root c a s analysis。那、呃、SMT root c a s analysis 的话，简单来说，这边等一下，这边也有专家要可以来分享。SMT root c a s analysis，举例来说，就是大家等一下可以，呃，iPhone 如果你已经快要坏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拆开，它背后其实会有一片绿绿的板子。 或是你电脑后面有一片绿绿的板子，那个绿绿的板子上面就会粘满了所谓的那个晶圆啊，主动元件、被动元件。这个那一片绿板子，它这个呃这一段制成，说把这一片绿板子从空板到粘满这些具具备判断能力的主动元件、被动元件的这一段制成，叫做 SMT。 那 SMT r o c a s analysis 在做什么呢？就是 SMT 板，它在这样子被粘贴所有的晶圆的过程中间，只要粘坏、粘歪或各种状态，这一片板就会变废板。你就是把它报，你就是把它报废。呃，在不缺料的情况下的时候，报废就报废。可是当全球供应链紧缩，它是会缺料的情况下，呃，整批报废的时候，厂长的压力就会很大。 那我们现在在做的所谓 SMT 入口 c a l analysis 就很完美符合这呃老师的问题。第一个，台湾它有很强的 o d n o e m 产业链，只要是任何 o d n o e m 的公司，它都百分之两万有 SMT 产线。举例来说，一电子五格随便一格，它在 SMT 产线以线来说，通常会超过一家的子公司就会超过八百条。如果是电子五格任何一格，它的 全产线通常会是四万条左右的 SMT 产线，可是 SMT 产线它就很完美符合一个定义，叫做它的制程机台，它的机台就是五台机台。任何产线，就算会飞的产线也一样，就是五台机台。从做卫视镜一路到做电动车 EV 的代工，就是五台机。 然后这 SMT 产线这五台机会收的 data 跟它会出现的所谓呃粘不好的问题，其实这个 issue tree 是非常接近的，那它就会是一个非常适合做那个高速在复制的那个一个题目。那当时我们选 SMT 产线做题目，还除了它产一模一样的议题实在是有够多之外。 另外一个呃衡量标准是，当我今天从 a m t 跨跨出去，跨到所谓晶圆的那个封装测试的时候，封装测试它同样会有，我就想要把那一片绿板变成上面一颗小一点的晶圆，我就要去测这个晶圆到底哪里不 work 的时候，它同样的逻辑，就是站在职工的角度来看，它是同样的逻辑跟类似的 algorithm 的。 堆叠，所以我们会去去衡量说，那这个相似度有多少？那其实结论就是这一段的相似度大概六成像，那差异其实就是所谓斗面，它毕竟是从一个绿板然后到单一晶圆这一块斗面。可是如果我进入这个所谓晶圆，它测试斗面了以后，它全台湾有多少家？其实大家这个都是公开咨讯，大家都可以去看啊。大概就是差不多至少以上市公上市贵公司来说，至少十四家。 那、no, 所以这就是我们至少自己在台湾以电子五格这边来做的一个那个背景。那希望有回答到教授的问题。对。好，那老师还有要交流的吗？哎，燕呢？记得开麦克风。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蛮 hit 到的，就是你在讲所谓的 symbolic AI 这一段，那你把 domain expertise 注进来，那这个这个、其实是我们也看到台湾呃有。 不论是中大型、大型，都是同样的问题。那我想请教，就是说，你们对这个 domain expertise 的注入这一块，你们是带你们自己的 expert 进入到这个产业呢，还是呃，在每一个 vertical？因为每一个 vertical，哪怕是 SMT，那你在跨到光光电，其实它的产线即便有类似之处，它的 end result 或是很多的 environmental factors 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情况底下， 呃，你是在带一些 v e r t i c a sector 的 expert 进来呢，啊，作为 consultant 呢，还是你们如何可以去融合产线上面其实 wealth of knowledge 的这些老师傅等等的这些这些 know how，你们的 approach 会是怎么样？谢谢。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然后我的我先说，因为我这边的观点是实物观点，所以可能不是一个梦幻的状态 呃，我这边是我们自己的工程师，意思就是说全部都是台大自工系的毕业生，自工工程师他去直接去 i 面跟 i 面，直接去 i 面跟 i 面学这个 know how，所以其实 again 就是而且包括我本人也会去，以刚刚的 SMT 来讲的话，我们真的跑去 SMT 厂做了至少呃，我们至少做了一个月的工人跟女工，因为好。 这个是实物面。我回答你的问题，说为什么我们不是请那个 domain expert 来做 consultant？因为实际上以实物来说，最后这一个系统它的价值在我在操作上面，我能够给操作员的具体建议是什么？因为我们做的是建议系统，我们不是做自动判知系统，我们不取代人，所以是人他看到。 人他当他出现入口，就是当这个 SMT 硬歪的时候，我们告诉人说他可以怎么去修，或他怎么去处理。所以他最后取决其实真的不是什么太夸张的技术或者是知识问题，反而是第一线就是所谓的对不起，所谓的专家教授，他不他的知识经验，材料上的知识经验很强。 可是它对于真的产线上面，特别是这一个工厂这一个产线上面，它会出现的问题的应对，不会比产线更清楚。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我们去客户端，然后那种客户端它的那个三四十年，不超过四十年哦。 四十多年的那一种产线工程师、产线制程工程师，他可以滔滔不绝就是这样子，每天每夜一直接接接讲下去。就是光是一个，如果懂 SMT 制程的话，有一个那个很经典的问题叫做那个墓碑。墓碑的意思就是说，好，我席高席高是粘着剂嘛，用席高粘当年融化当年着剂去粘那个晶圆在上面。 呃，我石膏这样印过去的时候，石膏理论上要贴住、贴在板子上面去融。可是有的时候石膏它是立起来的，这是一种印歪的方式。光是墓碑这一个这么简单，就是简单的说它就立起来这么简单的现象，他那个四十年的那个老工程师，他大概跟我们讲了五个小时，然后他就从他的记忆跟他的那个电电脑用最老土的方式调各种图出来给我们看，就这个叫做墓碑图。 但是我们非常难相信，说就是以这个这个实际的经验是非常具体的，而且他可以告诉我们说，以他三十年、四十年的经验，最后是怎么处理是最便宜。又包括他曾经讲过说连，连连桥，连桥意思就是说，好，我习膏理论上是这边一块，那边一块，两块是并列的。可是有时候硬坏的时候，它是两块连在一起，这叫连桥。连桥你翻教科书，它的处理方式，呃，很多种。 对，但是最经典产线的处理方式叫做拿出一根牙签切一半，这个是真实产线三十年的做法。也只有，可是这些做法它并没有被标准化，这些做法是很不可思议的，是师徒制、口耳相传的。那这一块才是我们的价值跟我们想解决的问题。所以，呃，可能有更好的做法，因为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有更好的做法。 可能我今天换到下一个产线的时候，下一个产业链的时候，或许群 domain expert 比较重要。但是以现阶段在台湾半导体的那个产业来说，我们看到的反而是产线经验，它是最容易被忽视，可是是制程上面最宝贵的，也是我们的那个护国成墙或者是电子五哥，它可以傲视全东南亚到今天来称霸的一个关键了。对，希望有回答到。 好，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谢谢钟怡龙，谢谢。我就排钟怡在第一家，有点难呵呵，就是。对，所以，可是好像谈到 AI 这个题目不，不能不能说。 呃，这个应用就比较难，那个应用就比较简单。我觉得 AI 这条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来试试看，如果它应用在教育上面，让线上线上学习的体验可以更好，这件事情，或者是在帮这个讲师在工作上面会不会更省力？看看这个题目会不会，这个 AI 的应用会不会相对于刚刚用在工业上面，会听起来比较。 简单一些，让我们欢迎让狂人飞。大家好，我是玄月，科技上玄月下玄月的玄月。那我刚刚其实听得非常的入迷哦，因为我发现就是虽然是不同产业，但的确做的东西很像，就是我们用 AI 这个东西把人的知识经验给留下来，然后让人的每一个决策做做的事情呢，能够变得更好。其实我觉得就 AI 角度来说，好像。 大部分的应用都是在这里，因为其实 AI 这个领域，我发现好像有分成强的，也有分成弱的。那目前大部分呢，都是在辅助人类去把一些好的经验复制下来。其实认识一个 AI，我觉得最快的方法就是说，你们各位可以想一下嘛，你们一天之中几点的工作状态最好？你们有概念吗？有的人是早上十点，有的人是下午两点，那有的人是半夜。那其实呢，我们一天之中经验最好，假设我好了，我是早上九点。 所以，我就是把早上九点的我的状态留下来，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运转。只要我刷卡付亚马逊那个 A W S 的钱，接下来呢，机器就会做跟我一样的事情。其实 A I 我们这样子理解的话，或许哎、欸，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向。而我相信许多的一些前辈跟分享者，他们也都是在往这个题目再继续做的很深，比我们还要更前面的。其实教育啊，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应用。 那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也试着把这件事情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那尤其啊，其实我们也算是比较相对年轻的团队，所以我们会用一个更年轻的方法来试着去谈这件事情。其实啊，我们做所谓的线上教育这一块呢，它并不是所谓的可能像课程平台，或者是像在卖课的这一端，我们比较基于一种 SaaS 或 APIs service 的方式去指引我们的服务，而我们的客户对象呢，很多都是课程平台。那这个就有趣了。 因为从来没有想过是要给 SaaS 公司用的 SaaS，这就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而我们今天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回得越快，学得越快”，这是我们在效率教育心理学上所得到一些答案。OK，首先，呃，这一题可能有点有点 tricky 了，就是说我们做线上学习，它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疫情的角度来说，很多人觉得那是临时措施。那如果说就未来学家的角度来说，OK，这是未来的下一个学习的样子，它会是一种典范。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应该是诶，只要有学会东西，不论怎样都可以吧？那当然的，左边有一些比较偏资本的观点，因为我是财务的，所以我听到很多这一类的观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其实呢，我们要说以上这些事也不是，就是线上学习它本身就有非常多的样态跟目的。但对我来说，好了，我自己的答案是 C，就是我们试着让一个人在线上学会东西，或许就是做到教育的最低限度。但是呢，教育现场这个数字很老的，老到爆，真的是老到爆。 这件事情从我2018年开公司讲到现在，但这个数字三年了没有人让它成长过，就是五趴到二十趴，什么意思呢？一百个人买线上课程，大概只有五个人看完到二十个人看完，这是我们咬到现在的痛点。虽然它在技术上有很多难突破的地方，导致我们花了三四年在弄这一题，那中间还换了一些方向，但对这个数字，我觉得直到最近为止，我觉得很有机会要被我们解决了。 线上学习的完课率低，其实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就是回购率低。你知道，没有看完一堂课程，然后再回去买这堂课，或再注册你下一堂课程的话呢，它的几率大概是六成。但如果呢，你今天没有看完这堂课程呢，你在注册跟买下一堂课的几率大概是一成五。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资源浪费，因为我们没有看完课程，所以我们不买下一堂课程，这是一个很直观的事情。所以呢。 当代其实已经有人在研究这个事情的解法了，而这个方法大家也都不陌生。回去只要打“学院”两个字，不管前面接什么字，不管后面接什么字，只要学院开头“学院”开头、“学院”结尾的，大家都已经试着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解决，包含到即时的助教啊、群主啊，或者是到社群奖励这些机制，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做法。但是呢，有些小问题，其实小问题就是说。 我们发现还是有一些东西是真人在线上处理的时候是没办法解决的。举例来说，第一个最经典叫“乐色时间”。好，我就讲什么是乐色时间哦，就是只说我今天上完老师全部的课程，我把我的作业交出去，我把我的问题问出去。但现在呢，此刻当下，半夜四点，没有助教在线上，没有老师在线上，所以我呢，我我现在学习正嗨的时候，我觉得啊，好吧，算了，去睡觉。隔天醒来呢，我问了什么，甚至我都忘了。而这个时候老师才回。 这都是学习成效会打折的地方，因为老师，因为一个人他最有问题、最有专注力的时候，就是他问问题的那个当下，但他没有拿到当下的回应，这就是他的一个问题点。而当然了，还有一些多余的问题，就是包含到边际成本，就是每五十个人就要开一个群组，不然的话，理论上这个班级就会过大，那可能做起来的经营成效的不好，品质会参差不齐啊，或者是最大最大的针对内向学习者，一定会有沟通焦虑。这就是说，你今天在线上，你可能觉得啊，你是内向人。 你上完课程，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口问，或者是问一个问题就要等，心中会大概反复五五六十次。如果各位哦，就是以前第一次点饮料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心中会把你要点的饮料想了好多次，他就是说好，我我要无糖维冰，这样讲出去，就像这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个蛮厉害的案例哦，这个案例呢，它解决了一个蛮大的问题。这个是北欧的一个教育新创，叫做 Sana Lab，它也是我视为标杆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企业。 那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绿色的画面，这就是他们的上课画面。神奇哦，没有影片，偶尔会有一些直播老师在线上。那就算没有在线上的时候，他也不会有影片。他就是一个很及时的互动，而且根据你的学习状况呢，去调整你的文字，去调整你的会拿到题目，去调整给你的答案。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全科智化，而且基于你是个答案，再给你下一个问题的一种连续性的过程。 而这样连续性的过程呢，最有趣的是他的学习成效非常的好。我怎么说他好呢？完课率高就算了，他有一件事情非常厉害，就是他在 COVID-19 期间呢，他肩负了一个非常大的责任，就是他教了第一线医护人员怎么去操作防疫的相关知识跟器材。 这是一个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在第一线你需要拿非常简单、非常直观的知识才能够去完好防疫这件事情。而他们呢，使用一个几乎图片也没有到很多，影片也没有到很直接的画面，也就是说，我们几乎可以定义是像这样子来回问答的形式，超越了图片跟影片的学习效果。而美国呢，已经有八万五千人使用这样子的方法，让他们 COVID-19 的防疫成效是非常往前迈进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得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很多人在做线上课程，重点是把它放在吸睛，觉得知识很硬，应该把它变软化才会有人想把它看完。但其实，如果站在教育的角度来说，好了，我们重点应该是让你注意这个东西，但不一定要透过吸睛，吸睛只是一个手段。可以从专注力的角度来看，好了。 我们可以透过一次一次的练习，或者是给他一些更及时性的回馈，来让他的记忆力，来让他,他对一些知识记下来跟应用的程度是越来越高的。也就是说，其实练习的频率跟你的专注力是成正比的。练习的每一次练习时间的间隔越短，你的专注力就会越好。所以呢，我们站在今在看待心流的角度来看好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给一个人及时回馈，问题是什么样的及时回馈才会让人觉得真的有学到东西又沉浸其中呢？ 那是非结构，非结构指的是像作文、文章、选择题、申论题这一种呢，比较多文字自由输入的东西，这叫非结构回馈。所以在非结构回馈的战场呢，我们做出了一个第一个东西，在二零一九年，一二零一九年我们觉得哇，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东西啊，这叫备审资料，每个人大学都做过备审资料，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教人家诶、欸，给人家备审资料回馈的 AI 呢，然后成功的赔了大概快一百多万了。那、呃、这个这老故事，但。 为什么赔一百多万呢？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大的关键点就是我们做犯了一个高级错误，就是我们忘了线上的一些用户，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自由的刷卡的，因为我们的备审资料嘛，他其实都是针对比较家长的，而他们比较不会线上刷卡，所以呢，解决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往下个族群迈进，就是履历的教学，而这个东西呢，我们成功让网课率提升到六十一趴左右。 六十一趴左右呢，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们做的事情很简单，其实就像是影片这样子，一个使用者他只要在他的履历里面，就去贴入他的一些履历内容，而我们做的体验也很简单，就是像这样子，马上针对他履历内容给一些客制化的建议，告诉你说，哎，怎么写更好，怎么写会可以怎么调整。然后呢，使用者只要在针对这些客制化的建议去改了之后，再马上送评测，你把一个履历写到好。 然后中间可能还拿到好几次回馈，传统可能要花两周，现在在我们这里大概三十分钟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哎，写出来履历呢是一样好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的及时回馈，而它呢让整个学习的完课成效达到六十一趴。而这个东西呢，我们翻重新定义了一个学习上的变化，叫做以前呢都会觉得我要先学习再练习，但实际上是让一个人动力最强是先让他练习，发现不足再去学习。 所以呢，我们最终再从知识处理的三阶段来看，我们怎么策划我们的产品的。一般来说，一个知识它在产生的过程会有零到一、一到无限、无限到一的收敛过程。而一到无限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激发一个人去写出更有创意的东西。其实这就及时回馈系统，我们告诉你说怎么样调会更好，怎么样是不对的，剩下呢都可能是对的。 但是呢，接下来的问题来了。我们是做中文的，而且中文的文本有这么多无限可能。然后呢，这一题就是很多人会在意的问题。这题我们被问了三年，老师哪付得起这种东西呢？所以呢，我们真正的核心产品即将在这个月底问世。人类，我觉得是中文世界第一个 AI build，non-code e r AI build，e r 也就是说，你不用，你再也不用写任何一行程式嘛你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演算法，基于自然语言的基数，而且它是 Level Three 的，所以呢，它是可以做到连续性的对话。 嗯，如果再进化一点的话，它甚至可以做到是 Level 4的等级。所以呢，它到底怎么运作呢？其实整个 AI 的建立过程很简单，它就是基于自然语言的方式。我们去贴入一些内容，解析之后呢，它就会非常自然地去抓出你的一些文字中的结构，而从这些结构呢，我们去判断出相似的语义。而在这样子的文字结构里面呢，其实它会连接到一些相相对的不同的结果。那针对不同结果呢，我们给不同回应，就可以做到所谓的今天我们像这样子。 进去了，已经建好一个模型，然后接下来就可以测试。譬如说好的，我可能在上面贴一些内容呢，测试马上就可以知道说，诶，它的这个语义是连接到那个结果，它的这个语义是连接到这个结果，它就做好一个非常自然、一个很好的自然语言分类器了。而我们呢，所有的产品跟所有的技术都基于这样子的底层去把它做出来的。最终我们把它做成一个 API，那让每个人可以把它发布到任何地方，这就是我们做的。我们试着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浓厚的去建立一个 AI。而这东西到底多少钱呢？诶。 这里留下一个想象，吼就。 这个钱，我觉得它已经取代了一个一个月最少要耗资二十几万的自然语言团队，而一个月可以花多少钱在这个上面？不论是补习班还是老师，这都是我们在做的方向。所以呢，最终它可以应用的场景是非常多的，包含到我们可以让一个人去激发他的创造，去帮他收敛他的资讯，甚至是说我们它可以用在不只是教育，甚至是广告的文案上，或者是在客服机器人跟智能助理，这一都是不用再用任何的一行程式码就可以做出我们的 AI 演算法。 所以呢，其实我们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应用案例了，包含到可能是说智能履历顾问，然后或者是在制作线上课程，它上它可以做一些资讯的收敛来加速你的制作，那或者是呢是可以自动的去抓一些全球的新抓抓一些全球的授权新闻去把它摘要出来变成一篇新的电子报传给你的，那甚至是有一些到文字写作应用、内容营销应用、国那个、作文应用，全部透过这个东西，在过去十二周内连续发布了多项产品，而且多项产品都已经开始有人来做 P O C 的验证。 然后最后一个蛮神奇的啦，就是我们是也用这样的系统去试着去测评一个人他的他的一些可能表现绩效或业绩，这个我们可以再另外交流。所以呢，最后来谈大概就最后六十秒，我来跟大家收敛一下说，说我们自己所看待的一个未来是长什么样子哈、哦。因为我们会认为说，既然我们用 AI 去，每个人都可以建一个自己的 AI 模型了，那是不是每个 AI 都代表的是一个专家呢？ 所以呢，我们或我们认为，或许每一种专业是只要是能够用中文表现的专业，都可能被做成任何一种演算法。那它终究呢，也会成为一种叫做第五代知识载载体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承载一个人的知识跟一个人的价值观，其实从文字、图片、影像，到现在红的是虚拟实境，但下一代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很有可能演算法是一种承载知识的下一种想象。毕竟它就是一个三百万个资料点，然后它有无限多种排列组合，所以它其实很。<laughs> 很大程度可以代表一个人不同的思考跟不同的想象，所以呢，我们最终的角度是站在说，当年啊，二十年前啊，影片是让学习可以随时发生，所以现在或许 AI 是可以让练习给随时发生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去理解 AI 跟正在做的创业项目。谢谢各位。好，谢谢玄月，果然那个听起来是一个比较。 比较好理解的 AI 应用，然后因为跟学习有关系，教授还是要先跟玄月交流吗？还是要让燕先开始？好了，燕先开始好了。嗨，那个呃，我我我觉得我因为我没有投资教育类相关的公司，那那其实我觉得玩客率这件事情，呃，我们以前在讲的是一个 educational scaffolding 的一个概念，你如何？ 一能够因材施教，第二 personalized 整个 education 的一个概念，<对>那基于呃那个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一个 scaffold 一层一层叠加更深更深的知知识上去，所以我觉得有有一点这样的雏形，我觉得蛮蛮有趣的。但其实我刚刚听下来，因为你在最后的时候你讲到了很多不一样的。 教学的一个模式嘛，就是说，呃，不是教学模式，而是说题目，比如说写履历啊，或者是语言啊等等的这种这种不同的课程。那 again 跟跟刚刚刚刚我问的题目其实也有点像，就是说，其实在，在在 AI 的 application 上面，domain expertise 这件事情是非常还是很核心啦。<Yeah. S 1> 那你你你们是专门针对这几个去，这是你要 go to market 的一个核心的 sector，然后是在中文教育啊，或是在 呃，这个这个履历教学上面吗？还是说你们觉得你们核心的一些那个 sector 会是在哪里？你们自己的 know how 最强的那 market 可能也是最容易入手的。那呃，我我好奇想了解你们怎么看这个 market？OK，、okay. 嗯，就我们来说好了，我们其实曾经做那几个题目，包含了履历或背审资料，我们的确都是有专家去做咨询，但。 我们发现它规模化的速度其实还没有达到真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速度啦。所以我们后来转变一个方向是变，我们不会介入任何专家，但而且让这些专家能够自己操作这样的系统去建立自己的 AI。所以其实我们没有特定用在哪个领域，而我们后来的履呃履历啊，或者是像国中作文的，其实像国中作文呢，它就是国由。 一个合作的国文老师，他从头到尾去自己做出了一个自己的 AI，然后跟我们一起来推它，然后可能是推给补习班，推给需要教作文的课程平台，但那就是老师自己操作系统做出来的，我们从头到尾没有帮他写任何一行程式嘛，所以其实是专家自己能够操作系统去建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没有特定领域的限制。 focus 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那如果说 coding 可不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教呢？你觉得？coding 我认为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教，但我记得类似的服务好像已经有了，就是针对 coding style 或者是正确性去给一些评测，这个是有的。但据我所知，这整个市场里面只剩中文这一块，不管是减重还是繁重这一块尚未满足。那英文市场或者是 coding 应该算都是有这个赛道都蛮多人的了。 徐教授，那我们看到很多不一样 AI 技术的一些用法。那当然，回过头来還是说，呃，就我理解是，你提供的是一个 AI 的 SaaS 的的平台或技术，让其他在做各种样的互动、文字互动的平台来做使用，right？那当然，回到公司的，如果要成功的话，或者要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的话，你的客户。 众多客户们，他们要持续使用下去的时候，可以在上面获利，或是他的客户可以很 appreciate 产生出来的内容，或者在内容当中得到很多的帮助，他们才会持续 subscribe 他们 service，你们才会用你们 service。嘛，我想大部分的的 model 是这样子。那我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东西有一些在技术师本身上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互相冲突的地方，因为当你要做一个 general solution。 For everyone 的时候，比如说你 text、你 dialog，u e 或是或是 b u t 这种 translation，e x 你要 for everyone 的时候，通常都 general model 都做不好。按照目前一些 technology trend，你怎么看？但我相信你们有一些 know how 这些，或者是你就很好奇，或是搞不好你们经验可以跟别人学。就是你要就一个 general solution for everyone 的时候，通常这个 model 就不会好。哦，因为当然我们看很多这种 b u t 和 chat e b u t 的一些经验。第一个。 可是你又必须让每一个不一样的 divers 我补习班 r 履历或这样东西的，它又要有对每对每个产业有它的特色、个人化，甚至这个履历的每一个人又他的状况不又更个人化，那这个是很冲突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训练资料的不足，你也很够个人化之类。所以这这跟我的认知的这种文字的技术是有点、有点、有点差距的。 的一件事事情这样子，好，所以所以不知道你们怎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好，那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實上，上在这文字的 dialog 上，很多事实上是中英文夹杂，或是那个 vertical 里面有特殊的用词用字，那個、都很刁钻，一个 general model 很难处理这件事情。嗯 那中文的 taking 很多技术的 element 又很很难，或是跨领域啊，这些文字中英文夹杂在这里面，所以所以是很多挑战我不知道怎么 deal with 这件事情。我，但我们希望你可以成功，但是在在这实际的技术上，怎么样面对这样的问题？谢谢。OK，嗯，我们在做 general model 的时候，的的确他没有办法去在原在自然的状况下支援到太多题目了。所以我们在刚刚的界面之中，其实有让老师上传一些自己的文本的。 机的一些地方，而我们做的一个核心技术是做到小数据演算，也就是说，老师只要如果真的要做出一个比较符合自己理想准度的一个文本的话，大概提供五到十五份的文本就可以去做设计了。但这五到十份文本上上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并不是走 model base 的，我们是走 raw base，让老师去在。 编辑跟解析文本的过程呢，也去了解，那也把那些关键的字眼去标注起来。那这样子的话，它能够解决我们刚刚提到的一，可能是专业产业字眼关键字的问题。然后二，我们在 r o b b a s 的状况下，其实老师更理解它的规则会长怎样，然后再搭配 model 去带来的语言理解的效果，去把它综合出来，就是我们可以针对一个文本去给出一些回馈性的建议。那这里我可以多补充一个，我们自己在研究上，应该说在实物上遇到的。 一个蛮有趣的状况，就是因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即时回馈，而且它真的是非常的快，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实际上在使用的学生来说，他们对准度的要求并不会达到可能像是工业或者是科技等级的那种要求。其实对他们来说，一百次里面错个三次。 都还是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这个数字其实放在工业会很惊人，但是放在教育产业里面，一百次里面做三次错三次，他们都还能够去理解跟接受，因为他们只要再送一次评测，其实结果又会出来了。那他们就会发现哦，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可能有问题，但没关系，我 get 到是一个建议，那我知道怎么调整。所以最终他是给使用者的建议是堪用，而且我们还在优化它的这样子。对，以上。Okay. 好，看来徐老师跟燕都心满意足了。好，谢谢学月。 好，接下来这个团队今年一月有好消息，拿到了新一轮 A 轮的募资，然后他们做的是将 AI 运用在交通上面，让我们欢迎东进科技的 Tim。呃、各位伙伴，还有两位贵宾，大家好，那个我是周俊廷，啊、呃，是啊 Omni Eyes 的执行长。 那今天很高兴呢，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洞见在啊，透过 AI 啊，在交通领域的一些应用。我觉得今天的那个主题很好，它叫做 AI 助攻各种产业。所以这个 AI 注定只是一个帮手啊，它不应该是一个呃、啊、企业发展的核心啊。你如何选定一个对的 domain，然后去深根，透过 AI 好、啊、让那个 domain 的人可以解决他的问题？我想这个大家非常清楚。那我们是一个非常专注在。 啊，物流领域啊，物流产业的一个 AI 公司。那我个人是泰太教授，啊、跟 v i n s o n 也是算是同事。然后另外两位啊，这个 Co-founder 啊，刚好也是 v i n s o n 的这个、啊、同系的这个教授啊，所以我们累积了过去一二十年，在不管是无线通讯、AI 资料探勘，还有多多媒体的影像处理，然后在二零一九年成立这家公司。那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啊，我们二零一九年成立的时候呢，有拿到啊三百万美金的这个啊 C round 的这个 funding、啊。那今年刚啊完成一个五百万美金的这个 A 轮的募资。那、啊、公司目前有三嗯三十个啊 full time 的 employee。嗯、啊，目前我们服务的客户最大的是东元呃财配通集团啊东源集团财配通。那财配通就是大家应该还蛮熟悉的，在路上有一个大嘴鸟的那个、那个、那个车队。那他们在全省啊，包括澎湖、金门。 啊，有大概一千多台的车子，然后我们最近也从啊、呃、台湾啊、呃、迈向国际市场啊、呃，所以我们在四月的时候会 announce 一个非常啊、呃、国际知名的车队在印度的这个啊、呃、服务这样子。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案子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啊、呃、主题比较没有关系，那我就暂时跳过这样子。那我们公司在做什么呢？我们其实是透过客户的移动中的 camera 所收到的影像。 那我们透过即时的 AGE 的 AI，我想 AGE 的 AI 这个概念大家应该很容易呃理解，就是把所有的资料哦，那在我们在呃在我们的例子而言是影像啊、呃，在车机端就把所有的资料都处理完毕，然后我们只把 process 过有用的 information，而不是 raw data 啊、呃、送回云端。那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呃，你不用把这些。 啊、uh,，garbage 啊、uh,，全部传到云端，因为你会，尤其是影像而言，你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呃、uh, data transport 的 cost。那更不用说，如果你把这些啊、uh, data 放到云端去算的话，那你只是啊、uh, 肥了 AWS 或是 Google Cloud，那瘦了我们客户的虎包呃荷包。啊、uh,，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啊，那产生这些 data 有什么用呢？那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现在的第一代的旗舰产品是一个叫 My Fleet。 啊，它它是解决物流车队啊会遇到的问题。那为什么 focus 在物流车队？因为大家知道，不管是在啊 Covid nineteen 之前，现在或是之后，那线上购物、线上消费啊的成长非常非常的惊人。那这个最大的 bottleneck 在哪里？在 warehouse 跟 logistic 啊。那你这个东西整个 infra 能够 support，那这个产业呢就会持续的往上涨。啊，那我们觉得这边有很多的问题啊，如果可以被解决的话，一来市场有大，二来其实它的成长性非常高。 这样子，那这个物流产业它其实是一个 technology，就是物流车队的管理，它其实是一个呃 technology driven 的一个样态。那从大概在接近三十年前，啊 GPS 以这个 solution 一旦出来以后呢，哎，大家就开始想要知道这个车子在哪里，哦，你的货车跑到哪里去了。那接下来呢，哎，开始大家 tap in 到这个车子，然后知道这个车子的很多 information 啊，比方说这个司机。 啊，急踩刹车，啊，也就是不好的这个驾驶的司机，啊，或者是你急踩油门，啊，然后一直到现在呢，啊，过去五年大量的引进这个影像的 solution，啊，包括环境，把、啊、这些 video 存起来，啊，存到云端，到最近啊，ADAS 的这个在上，啊，一般乘用车的这个啊广泛的这个导入，然后到现在啊，不管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地区，啊，透透过这个 age AI，啊，来解决这个车队的问题，那我们就是。 再搭上现在的这个呃需求以及技术的这个成熟度，然后来切入这个领域这样子。那这个车队管理呢，其实第一个重要的是两个问题：安全性跟效率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安全性，呃，各式各样的 solution 都不断的引进哈、啊，甚至这个啊什么我们叫 blind sight 啊，forward collision warning 哈、啊，各式各样的这些这个 solution 导入以后，诶，我们发现啊，这个是交通部的资料，我们发现那个。 车祸事故啊、呃、不减反增，那这个你有两种结论，一种就是哎这些新的有使用这些技术的人呢，啊、呃、的确他们这个事故率就下降了，可是为什么整体会上升呢？那就是原有不用这个 solution 的人呢，开车越来越差，但这个好像也不太 make sense，right？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为什么没有减少啊？那我们就看一下说现有的 solution，大家很熟悉的啊，那个前车要碰撞的时候，它会警告你一下。 那车道偏移的时候啊，他会提呃会警示你一下。啊，那这些 solution 不是现在都都有在市面使用吗？好，那为什么好像呃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资料，这是台湾的 A one A one 就是会死人的车祸。那个现在的 A t w 是解决的问题呢？其实是在第五名跟第六名，啊，就是没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第一名跟第二名是什么？第一名就是你不让人家，第二呃呃第一个是对你不让人家，你在路口你没有停下来礼让。 第二名是什么啊？你这个对这些各种交通号资视而不见，啊，这个才是第一类、第二类产生最大的原因。很可惜，现在的 solution 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OK，好，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透过车上的单一个 single camera，OK，、okay, 我要强调它只有一个 single camera，然后就可以在前端呢完成你现在看到的各种各样违规的啊、呃、侦测。 啊，那之后因为客人的需求，我们把这个侦测变成事前的提醒。然后我等下会再解释一下。啊，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video 哈，可能你帮我播一下，应该是在这边对。Okay. 那这个呃，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镜头就看到这边有一个红绿灯这样子。那因为看到红绿灯，我们就会开始怀疑说，哎，他有没有可能要闯红灯？好，所以我们就继续往前开，发现哎，的确现在变红灯了。那这是我们持续的在 monitor，哎。 很不幸的，这个司机呢，他的速度其实并没有停下来，然后他就继续往前开，并且穿越了红绿灯，然后做了一个右转的这个行为。那到这个时间为止，哎，我们就非常确定这个司机你已经闯红灯了。OK，所以我们就在前端把这件事情呢侦测出来以后，我们把这个事件的前面十秒到后面十秒把它剪下来，然后及时的呢回传到这个我们的云端。啊，那这样子呢，在这个坐在这个行控中心的这个管理人员呢，就可以及时的知道。 这个司机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啊，以这个例子而言，他就闯了红灯。那包括啊，你在路口啊没有减速啊，你违规左转右转，产生这个逆向开车的行为，现在都可以及时的知道。那你不用花任何的人去 review 这个 raw video，因为实际上也没有人有办法去 review 这些呃 video。那现在的很多这个 supplier 就是 vendors。 For fully management 啊，他们的强调是什么？哦，我可以把所有的影像都存起来，而且我可以把所有的影像都 upload 到云端。所以你想要看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看。But the truth is，没有人在看，是吧？哈，因为你有一千多台车，一天有八个小时的影像，你如果雇一千个人看，你只能看完一天的影像。That's not going to scale up。那有我们现在这个 solution，everything is done automatically。OK。 那甚至包括各种各式各样违规的这个停车，我们也都可以侦测。为什么呢？呃，以我们的客户而言，他一年的罚单好几百万，还要帮司机付。OK，好，那怎么样能够知道这些行为啊在哪里发生，什么样的样态在发生？对它明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OK，那为什么这些违规行为非常重要呢？因为它可能跟罚单有关系，跟保险、车损、人损。 然后这个你还要赔偿啊，更不用说社会社呃社会的这个企业的形象啊。那我们有了这些 solution，我们就可以啊进一步来改善驾驶的行为啊。那这些是现在市面上的 solution 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这样子啊。刚才要播的那个实际是有我们客户实际的影像，OK 啊。那我们这个怎么样提供这个给客人呢？它其实是透过 web base 的一个呃方式啊，所以呃你可以在远端再透过一个。 网站的 portal 啊，就可以看到，哎，车子开在哪里，然后哪边发生什么事情，你一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司机发生了什么样子的这个违规的行为，这样子。那我们呢，尝试的把我们这个 solution 呢，因为大车队跟小车队他们的需求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车队管理的这个呃服务呢，把它模组化啊，就是 software 的模组化，不是硬体的模组化。那我们有三种 solution 啊，那第一个 module 就是你刚才看到，的，是一个 visual base 的。 Violation detection，我们把它简称为 Vivid，就是你知道非常生动的样子。OK，那它可以做事后的侦测。那不过后来我们的客人就说，哎呀，这个非常谢谢 Team 啊，你让我们知道这些司机有多坏这样子。那这个但是可不可以事先先提醒他们一下？比方说要闯红灯的时候，哎，你看一下 Warning，也许他会有 Second thought，Right？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呃这个事前谨慎的 a r m o y Guard。 啊、哦，那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不是那么非常有用的非 ADAS 功能，我们也提醒以外呢，我们也提供以外呢，诶、欸，我们也加入了前方路口红灯，如果现在是红灯，你开得很快，我提醒你一下，到路口不是有个 stop sign 吗？啊，你没有停止，速度非常快，我提醒你一下，好、啊，让你有这个 second thought 的机会。那我们想希望透过这个事前警示啊，跟事后佐证的方式、啊，可以做有效的管理。那为什么我们觉得现在 ADAS 没有用呢？大家应该有坐过公车吧？ 有坐公车的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公车有一个蜂鸣声？咪，你们有注意到吗？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对不对？因为你们都把它当 background noise 的。那个是提醒驾驶速度超过 40, 再四十在市区，right？Driver 把它当 background noise，这个客户也把它当 background noise，因为实在是很烦，right？所以你有警示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不知道司机怎么 react to your warning，right？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如果你快要闯红灯，我跟你说，Hey，there is you are approaching a red light，right？ 然后呢，I just go ahead。然后你又真的闯红灯了，那 What's the excuses, right？我们希望透过这种事前警示跟事后佐证的方式呢，啊，可以真的有效的降低啊司机这个产生、啊、危险事故的这个几率。那我们当然，again，这个是印度客人他希望说，诶，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monitor 一下驾驶在做什么事情，使用手机啦，啊，疲劳？那这个市面上非常多啊，提供类似的 solution。但是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AI 是解决客户的问题啊，所以啊，很庆幸的是，我们的所有的 AI 都是用软体的方式啊来引来这个 deploy 啊，所以客户其实不用把这个硬体回来，车子甚至不用回厂，我们就可以用 OTA 的方式把不同的模组啊 deliver 到客人的身上，就算客人在 runtime 的时候，我们都可以 deploy 这样子。那这对客人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 司机在路上就是要送货，那任何回厂做任何硬体、软体升级的时间，其实就会反映到他们这个啊、呃、operation 成本的增加，这样子。啊，那这边其实就是呃各式各样，呃 demo 一下它实际使用的情形。它实现的关系，我就就跳过啊，这个是 driver care 这样子。啊，那我们相信啊，一定要透过事前的警示跟事后的追踪，才有办法解决这个呃。 实际上，现在商业车队所遇到的问题啊，那我们透过啊驾驶行为资料，我们会提供一个 driver coaching。那我们呢有办法真的可以 identify 啊那些比较恶意啊驾驶的违规啊的这些呃驾驶行为的这个驾违规驾驶行为的驾驶，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业主呢有办法来做啊这个教育的训练。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啊，目前我们现在最大的这个客户是在北投，那他们已经导入了一年半左右，那他们这个闯红灯的发生几率其实实质的降低了呃百八成左右，然后他们的各式各样的罚单呃也降低了从十到二十五 percent 不等，就看他各式各样呃罚单的行为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是有办法可以啊去 m a j o r 说他们的这个 return of investment 这样子。 那有人会问说，诶、哎、这个 AI 很多人在做，那国际大厂也有很多人在做，那 How do you compete with the competitors？right？那我们觉得有两点啊、呃，很多 c o m p e o、呃、r e 啊，就是大厂它是不愿意做的，一个就是客制化啊，这个客制化包含是服务的客制化跟地区的客制化，好像在台湾啊，Intel 的 Mobile y i 它算是 Ada's 的先驱，那如果我们的客户跟 AI Mobile 呃，跟 Mobile i 是说，哎，你可不可以给我什么资料？哎，你是不是可以希望帮我们做什么？那个回答，我希望现在没有 Mobile AI 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哎，这是我们。 业界的 feedback 就是，那就是已读不回，那就是对不起，我们这个是 global market，right？好，所以你能够做 optimization，local optimization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其实车队的产业相当程度的需求还蛮破碎化的，因为小的跟大的车队不一样。那我们透过软体的方式，其实可以很快的做到。 啊，这些啊功能的克制化跟 local optimization，那是为什么说，诶、欸，我们虽然在台湾做，我们其实也有办法到到这个印度啊，甚至到美国啊，一定都要经过一些 retraining 啊，但是是软体的 retraining 啊，它、啊、不是硬体的这些啊这个 remodification，那就让我们的这个 scale up 的这个能力呢就会大很多。这样子，然后当然我们如果有兴趣，我们公司的各式各样的应用。 啊，其实我们公司对收集到的 data 的应用，其实不仅仅止于车队管理啊，因为毕竟车队管理它还算是一个很大，但是是一个 niche 的 market 啊，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子的 public public street public road 收集到了这个 l i f e street 啊的 videos 的应用，我们有非常大的 vision。不过 that's another story，that will be our B run or C runs 啊、这个，这个这个啊。 f u n d 啊 f r a i s i n g 的这个 Pitch，那我今天就先不在这里多赘述。好，非常谢谢大家。谢谢听、欸。你看，还是提醒一下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是听得太入迷了吗？两百多人，现在已经两百二十六人在线上，啊都没有人有问题耶。嗯，好好，没关系也好，那就专心听。我们是请教授先开始。 教授啊，所以我们是，我们是，<教授 S 1> 我们是同事的哈，嗯、我们是同事听就好，对对对，今天的这个所，所以所以那当然，我想我们的角度都是希望，嗯，很多公司在在这种所有 star 不是，我想现场在听的很多 star 都能够成功。那<是>、啊、当然，这些 technology，我我也同意很多 team 提到说，AI technology 是所有的 service 或 component 其中一环而已。嗯、当然，它是占了很重要的元素，但是它可能占的所有的 effort 的 percentage 相对是是比较比较。 低的，所以我好奇的是，当我们，当我们可以理解，当你要把这种 detection recognition deploy 到很多国家去的时候，是很大挑战。其实，印度是很多车厂不敢、不敢、不敢 deploy。我想你们在那边 technology 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如果你愿意分享的话，因为很多车厂对印度都是摇头的，even 他们的 CEO、CTO 都是印度人，他们还是摇摇头这样子哈。所以印度是很、很挑战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们怎么看待印度在整个环境场域上的？ 的的这样 detection 是不是是 is really doable，还是其实 technology is not necessary？我只要做到什么事情就 OK 了。我好奇在印度上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是还是回合的话，也就是说，因为看到这是生意嘛，这不是做 technology，就是说，那这个这个这个 market 会大概多大？就说他们愿意，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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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人在 f r e e t 上面投资吗？还是愿意他的跟你们 service cost 跟他们呃 subscription？ 的 model 是可以 match 的吗？还是那个 size、那個、那个那个 t、t s 够大，啊？或什么的？我想，我想听，你看，你你是这边前辈吗？我想听看你们在这边看的的看见这样子謝謝了。了解，前辈绝对不敢哈，我们其实是后进者这样子哈。以创业而言，啊，先回答那个啊、呃、，Winston 第一个问题啊、呃，所有的 AI 到不同的场域或是不同的 region，绝对都要做啊。呃 optimization。Optim ization, 那呃，如果您问我说为什么敢去印度，其实我们也没什么选择这样子，因为那边刚好有一个客人。那我们想要走出国外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啊、呃，其实这个士兵没有选择战场的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就去了这样子。那这个呃，不过我们跟客人的沟通过程非常重要，也就是他会问我们说：“哎、欸，你们在台湾蛮成功的，那你们有办法在印度呃做到你们现在在台湾做的事情吗？”那我们的答案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但我们需要时间。 所以我们在跟他们做 contract 的时候呢，啊、呃，其实是有一个 eighteen weeks of data collection 跟 optimization。那我们其实已经有了一个 basic model，因为虽然 traffic 啊、呃、整个交通的这些环节啊、呃、规则是不太一样，不过红绿灯就是红绿灯，那禁止左转、禁止右转的这个标志大概差不多，但是你需要做 localization，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 啊、uh,，basic 的 model 就是我想，Winston 你看很清楚一个 pretrain 的 model。那我们透过我们收集到的资料再去做 retrain。那我们希望能够用这十八周的时间，我就我们有信心透过这十八周的时间，啊，可以完成第一个 version。那现在还没有上线这样子。那之后呢？十八周以后呢？我们还在帮他们争取到了 eight weeks of optimization。 Right，好，所以其实整个啊、uh, sales cycle 其实蛮长的，但我觉得这对双方都比较有保障，这样子。你如果 day one 要我提供服务，我说真的我还不敢，这样子。啊，所以这是我们的啊、uh, 的方法。那会不会成功？啊、uh,，we will see、uh,。啊，the second half of this year，这样子。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哎、欸，对不起我忘了，你看出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啊、oh,，OK，对，那个 size 有多大？我我我个人觉得，我如果提出了数据，你一定都不相信，因为啊、呃，这个 Google 都可以 Google 得到。不过我们就用一个 reference 来来说就好了。啊、呃，在美国有一家也算是新创，它大概四五年的新创叫 Samara，啊，他、呃、就是做 AI，那做 f r e e Management，那他想要透过啊 SaaS 的方式，哈、呃，然后把这些破碎化的市场都建立起来，这样子。那他应该是今年初还是去年底？ 刚上市这样子，那他公司的市值其实已经是好几百亿美金这样子。那这个呃，我我呃，事后我可以提供一些资料给 Winston 啊、呃，背后的物流的产业的总总价值是几百亿美金的每年这样子，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市场。但问题就在于市场大，可是你可以吃到多少？r i t 那才那才是事情的关键。所以我们其实蛮看好物流跟 warehouse。我们在台湾，在国外都可以看得到，在这两个。 啊，总面的 investment 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你从他们的 investment 就可以看到接下来几年的成长的力道。啊，所以，我们是对这个领域还蛮有信心的。OK，谢谢。好，那换燕之前我那个我的直播留言板终于开张了，所以我先让观众提问。没问题。有一位观众问说，请教呃我照念哦，因为其实我有点看不太懂。请教只有一个 camera 是用 Omni Eyes。E yes client 端是用特定厂牌的 CPU 吗？OK，嗯、uh,，你说用一个 camera，然后什么特定厂牌？对我，我在猜他是要问说，是不是只有 camera 是用 Omni Eyes？o、uh, <okay>. k 然后 client 端是用特定厂牌的 CPU。OK，好，那个呃、uh,，Omni Eyes 是家软体公司，所以我们也不做 camera，right？我们也不做、啊、硬体这样子，uh huh. 所以啊，uh, 所有的 camera 都是 off the shelf。 啊，uh, 就是你可以买到的 vendor 提，the third party 的 vendor 提供的 camera。那那个 camera 就是只能 capture video，it doesn't have any AI 这样子。那这个 raw video 进来有一个 local 的 machine，它可以是 dash camera 的形式，像行车记录器，或者是一个 AI box，你把它想成是一个机箱。那这个 dash camera 跟 AI box 也都不是我们家公司，都不是我们做，的，一样是 off the shelf。比方说 Askey。 Winston AI Mobile，台湾非常多啊、呃，大小公司都有在制作，所以我们是把我们的软体放到这个硬体上面，然后配合着 camera 跟硬体装在客人的车上。那至于 CPU 呢，啊、呃，可以支援，就看各家的这个硬体他们所采用的 hardware 是什么。啊、呃，有些人是用 Qualcomm 的系统，有些人是用 NVIDIA 的这个 Jason Nano、呃。啊，然后甚至像是 AI Mobile 啊，对不起，像是 Advantech 他们可能有提供这个 Intel。 啊，这个插发料系统的这个硬体啊，其实都可以啊，我们的 solution 都可以在上面跑啊，所以我们其实是 kind of hardware neutral 的 c o m p a n y 啊 k f o c u s, <Okay>. <S on software 这样子。OK，谢谢，应该有回答到线上就是线上观众的问题。好，耶、yeah.。 因为大问题刚刚老师问掉哦，就是想其实我觉得印度的这个 experience 非常非常 interesting，所以也想多多聊一下印度这一块。那刚才你提到了十八周的 data collection，八周的一个 optimization。除此以外，你觉得你们这个整个印度的这个 experience，第一就是说，呃，你觉得最大的 challenge 是什么？OK，, okay. 呃，那当然时间上面刚刚刚刚讲到，第二个就是说，好，印度是一个很难解的一个一个题目。那 我自己去印度的 experience 应该 monitor 交通的 stopper 不是红绿灯，而是牛。那所以所以，但是 it's a very very challenging market。但你觉得印度的这个 experience 对于你们要 scale 到接下来到其他的国家，我我们聊过东南亚吗？ 其他的国家，你觉得有什么 learning points 那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做这件事情呢？OK，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我们已经 start data collection，right？那我们看到真的是。 一个头两个大这样子，就他给我一个影片说：“哎，this is runway driving 这样子。”那我看完以后，我就他给我两个影片，都说这个是 runway driving 这样子。但是我看了以后，完全看不出来是为什么是 runway driving 这样子。一然后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好像那个很明确的那个啊、呃、那个 rule 或是 boundary not very clear 这样子。所以的确对我们的工程师有很大的挑战。不过我觉得啊、呃，就像这个、呃、刚才那个燕的提问。 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把印度做下来的话，我大概没有哪一个国家我做不下来这样子。所以我，我我也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机会啊、呃，想要去 try 一下我们现在的 solution 啊、呃，在这么 tough 的这个啊、呃、region 啊、呃，这 with all due respect，right，就是那 infra 的确是没有像其他国家这么好啊、呃。如果我们也可以完成的话，我我觉得那会是一个啊、呃，对整个公司的成长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turning point。那 As a challenge，我觉得，呃，做 f l e e management，local support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这个 truck s in 每天 in and out。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你怎么你没有办法 remotely 去服务它，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纯 software 的 SaaS 服务，而它还是需要 hardware 在上面。那这个是好跟坏啊、呃，好处是什么？因为你有硬体绑着你的服务，所以客人要换没有那么容易换啊，对他而言换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过程。 Right 啊，但是像 compared to 啊、uh, Markham 这样子的 SARS，啊，我们的服务就变得很困难，所以我们需要 local 的 SI 跟我们一起合作啊。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其实我们也是透过我们的 investor 啊，他们的这个 branch 的这个 company 在 local，、啊、他们自己有自己的 service 的团队 hardware 跟 software，然后结合我们的 solution，我们才有办法去赢得，而且我才有办法去接啦。如果说呃、啊，我只是觉得他很 challenge，我去接。 那我其实是说 e 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那个那个 challenge 是啊，其 is not yet to come 嘛，这样子，it's coming，right？How to deal with the local support？啊，我觉得這是件非常大的挑战，这样子。OK，好，谢谢 t i n 谢谢两位来宾，谢谢。謝謝<來>好了，时间很快，我们要来欢迎第四位来宾。第四位来宾，我们其实。 汉，Han, 你之前有来过创业小聚，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采访你那么多次，这个竟然是我们第一次采访汉是二零一五一一一一一一五年。对对，一五年的 m i e t a i p e i 那个时候还叫 Lucid VR。啊，我们还在，还还是叫 Lucid VR。对，對啊、那个那个对。对、啊。然后第二次采访你的时候是二零一八年。哦，很久了。对，然后公司还在。 司在在非常棒，<laughs> 公司还在。还在对，然后但是但是这次要我们带来新的应用。好。对，<好>然后我一直以为，我原本一直以为他不会说中文。啊，我不会啊。<laughs> 那你现在说？<laughs> 我我刚才在复习。刚才复习<是>对，没有，<对>他中文非常好，让我们欢迎汉。还好还好，谢谢大家。啊，<laughs> uh, 我是汉 Lucy 的 co-founder。Founder, 那他们已经说了，我中文其实很烂。我二零二零年才来台北。 所以我从二零二零年就开始说中文。那今天 <laughs> 我希望你 excuse 我的我的中文，因为我会用很多英文词来来解释。好，好，这是我的 team。那我的 team 呢是分在啊戏、呃、谷和在啊、呃、台北。那我在台北有啊、呃、hire 一个呃 GM 是 Arthur，Arthur Arthur 以前是呃 c h e e t a h Mobile 的 GM，然后也在啊、呃、在台湾做的蛮成功的，在 t r a m i c r o 当当 Head of R&D。D 那我的背景就是在德国以前长大，啊、um,，从小就说德文，然后在那儿也呃也上了大学，在 KIT 读了啊、uh, 本科，然后在 Berkeley 读了研究生。我的研究生就是 IOR，就是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Operations Research，所以我从小就开始写 algorithm，写 neural networks 和写这种 optimization 啊、um, 算法。那我的 co-founder 呢是呃其实是。 专门做 AI 的，那他在啊 Stanford 毕业，用呃有 PhD 在 Computer Vision 里。那其实要如果他会说中文，他会给你们解释更更更细。<laughs> 我我就用我的呃我的 knowledge 来来给你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公司。好，嗯，我们怎么想出来的这呃这个 idea？刚开始我就很爱拍啊、呃、videos。那我在手机上爱拍，然后我在我也用 video camera 爱拍。 那我们刚开始一五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 video camera。那 video camera 可以做 live editing。那为什么我们做硬件呢？因为当时的那个 chip 没有这么强，就是说手机上的 chip 也没有这么强，所以我们得做自己的硬件，用一个特殊的 chip 去做 live editing。那 live editing 呢，可以 edit 变成 3D 啊，或者是变成 VR 啊，或者是变成 short video，什么都可以。就是你告诉 AI 怎么做，它就给你做。 那这几年呢，我们就发现做硬件蛮难的，<laughs> 所以呃 <laughs> 在台湾有这么多人做硬件，我们就觉得，哦，那那我们最好就做软件好了。呃，从二零一七年一八年开始就 focus 在软件上，我们用我们的软件就服务很多客户去做 editing。 当我们发现 Covid 发现之呃发生之呃之晚，呃然后很多很多 Creator 就开始做自己的 Editing，然后很多的 Video Demand 在市场有，那我们就用 AI 去做 Editing。Editing 为什么这么难？我不知道你们你们 Edit 吗是？有人会 Edit 吗？Video Editing？哦，有一个啊，不错。你花多长时间去 Edit 一个一分钟或者是三三三十秒的 Video？ 好，那,那我 editing 不会这么这么快。<laughs> 如果我去 edit，可能会花两到三个小时。如果我想 edit 非常好，那我们做的我们做的 AI 可以把你的 video 在几分钟以内就 edit 出来。好，那这市场我们的市场就是 creator、er,。我们最近发呃发现那个 creator、er、economy 越来越强，所以 talent p o o 现在越来越少。 每个人都想当自己的 influencer 啊，或者是自己开一个公司呀、啊，然后去去做 video。可是你们知道这些 creator 都有差不多五个 editor hire freelancer 去做他们的 editing 吗？如果我们有一个 AI system 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的 creator 全天就拍 video，然后在马路上拍 video，然后把这把啊、呃、这些 video 都传到我们的云端，然后然后我们的 AI 来给你做 editing，那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问题就可以被解决掉。 这是我们的 platform，所以我们就做一个 platform，让 creator 可以直接把他们的 video upload。那刚开始呢，我们就看很长的、很长的 video，因为我们希望那个 content 越长，我们的 AI 学得更多。所以我们，我们我们的呃，刚开始的客户是大公司，他们的那些 video 都是两到三个小时。那我们从这两到三个小时就就剪最精彩的 scene。 然后给他们变成一个小的 sh video, short video，short video 可能就是十五秒啊，三十秒，然后这样他们就可以 drive traffic，drive engagement，然后也可以 overlay 在 video 上，如果在在他们的 platform 上呢，就可以做 overlay，这样他们的客户就有一个 preview，有一个 pre experience before they click in，然后就去看这个二呃两个小时的 video。那呃。 那我们稍微 demo 一下这个 experience。那你们可以看这边，我们就 upload 一个 video。video upload 之后，我们那个 AI 就造出好很多五个不同的 short video。那这个呃 short video 都有不同的 focus。那 focus 呢，你可以去调，你可以在 AI 里边说啊，我想把这个 actor 或者是这个人给 highlight 出来，那我把他的 face 给 prioritize。 如果他被 prioritize，我们就在那 video 里边找他的 face，然后我们就把那些信信 n 都给砍呃剪出来，然后放一起，最后就变成一个很呃呃很很短的 short video。然后你们也可以就直接 export export 到一个呃 TikTok format 或者是呃 YouTube format，然后直接就 post 呃从我们的 platform 就可以 post 就好了。 那我们用的 AI 是什么？因为我现在到现在讲的都是 business。那那稍微讲一下我们的技术。我们我们的技术其实很老了，因为他们叫 knowledge graph。呃、uh,，knowledge graph 是一个技术，当时他们是用 digital data system 去呃、uh, 去 monitor 去去 parallel like memorize 一个 brain，就是说呃怎么可以用一个 database 去去 reproduce 你的脑子。 那一个 knowledge graph 就是很多的 connection，每个 data point 现在不是就是一个 static data point，每个 data point 就变成一个 node，因为你脑子里边有很多 node 都是 connected to each other，所以我们的 knowledge graph 呢就会把很多 data 在 node 里边存进去。那我们存进去是什么？在在那 user graph 那边，我们存它的 behavior，我们存它的那个 preference，我们存它的呃以前呃 watched video。 或者是它的呃，你、uh, 它 you know, 的它的嗯，呃、um, uh, uh,，呃，它它的 memory 和和它它就是说它 overall 呃 user experience。那我们在 video 那边呢，我们就可以存什么 actor 或者是 sound 或者是 speech 或者是呃、um, 不同的 t r e n d s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 t r e n d s 用这个这些 notes 来决定这个 scene 现在重要还是不重要。 所以我们做的那些 short video 不是每天都一样，所以还会变。如果我们的 AI 在网上发现今天的 trend 是 Ukraine 和 Russia，那我们就在 video 里边去加进那个 note 这个 information，去呃去去切出来那些呃、uh, scenes。好，我们怎么 monetize？我们在市场线就可以给呃、uh, creator normal creator 每个月一个 subscription。 然后给更呃更大的公司，我们就有一个 customized package。我们现在的大公司就是呃 Vivo，我不知道你们听说没有？呃 Vivo 是一个很大的 music video platform。他们一共在他们的 platform 上有可能啊、呃、half a million videos。那我们帮他们做什么？他们的 video 呃每个月新出了 video 是好几千个。那他们 internal 的和 external 的 editor team 可能总共二十到五十个人。 那这些二十六到五十个人产产很多很多 video，在一短短时间内得产很多 video。那我们现在呢，就把他的 video library 直接 import 进我们的 platform，然后从我们的 platform 里边，我们就每个 video 就是 half a million 里边每个 video 产出来五个不同的 short video，这样他们每每天其实每天就可以去做 social media 或者是做 conversion。其实我们的 KPI 怎么可以帮他们？是 engagement。 就是说，一个人 click 进他的 video，啊、uh,，retention 就是有人看到他的 video，然后觉得嗯，这这个 video 蛮好的，那我记得看下去。我们也会做更多的 recommendation。然后第三呢，我们就是给他们增加 revenue、啊。主要越越多 follow e r 越多 subscriber，他们就会有他们的 revenue 就会生长。好，我们的 preference，呃、uh, 呃、uh,，我们的 advantage 就是我们的 location，因为。 啊，um, 我们现在在 Silicon Valley，在 Silicon Valley，我们做 marketing、sales 和 R&D。D, 因为我我的那个 cofounder，他的他的背景是 Stanford，那他找的很多 R&D researcher 都是从 Stanford 来的。然后在台北呢，我们就是做 product 和和 execution。那呃，为什么做 product 和 execution？因为美国人不懂怎么去做 product 和 execution。美国人很会研究，然后发展一个新的技术。 那怎么去把这个技术变成一个产品，嗯，不会 fail 的产品？我觉得还是台湾最强。哦、oh,，那我再稍微讲讲一下我们公司的嗯背景和这几年的发展。那我我们我们从二零一啊，这是这是我，这是二零一四年，我是做我第呃创我第一个公司。那我们当时是做一个 data analytics platform。 帮助大公司去做 data big data management，这个、公司我们进了 Y Combinator，在二零一四年，然后二零一五年就卖掉了。然后二零一五年呢，我就开始创 Lucid，因为我碰到我的那个 co founder。 然后这，所以这是我第二个公司。那那在网上我呃我我读了一个 article 说汉是一个 serial entrepreneur，其实 serial entrepreneur 就是 serial failure，你知道吗 <laughs>？serial entrepreneur 其实没有。所以我们我们现在第二个公司呢，就就呃呃发发展了这几年，就是从硬件发展到 AI 和 computer vision 和 video，因为我们每个段都得 pivot。 那你们知道，最近也有很多的 impact，因为对，呃，因为 covid，然后我们当时就呃决定最好就是没有硬件，然后最好我们可以 close sales 或是 generate revenue，不用去呃服务啊、呃、我们的硬件的 customer，所以我们就改成这个方向，然后嗯、呃、赢了几个 award，然后就差不多了，谢谢，谢谢 Han，说的很好啊，啊、哎。 很累啊！字 <laughs> 正腔圆。没想到我们今天非常的国际，就是有有有那个美国公司在台企业代表，<laughs> 然后也有在地的代表，然后也有也有台湾公司在在在国外做生意的，然后结果也有美国公司就来讲镜片子的。 对，<laughs> <laughs> 就是超级国际。好了一样哦，那个线上观众可以可以发问。现在线上大概两百五十个人左右。那我们是不是先让燕这一轮让燕先开始，好不好？好，我我的问题，我觉得那个 AI 的部分我不多问，但但我觉得从 business 的 perspective 来讲，其实我我刚蛮好奇你们的 econ，你们的 economics 要怎么样去 manage，因为嗯，你你 upload。 Gigabytes of of video content，对你产出，let's say 每个礼拜同样的 content，maybe just a few pieces，right？、嗯、那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cost benefit，对我我我看你的 pricing，你应该自己承担了很大一部分。那这件事情，你计划未来怎么样去转嫁给给你的客户呢？让你的 unit economics 更加的 scalable。 好，嗯，非常好的问题，我我觉得刚开始我们的呃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控制我们的 demand，对吧？不知道多少 video 会被 upload。其实 upload 不是什么大的 cost，也没有什么大的成本，呃，最大的成本是 processing，用 GPU 去 process。那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因为我们的 customer 蛮大的，所以我们大概其实有一个 forecast，知道下个月的 video quantity 是多少。 我们可能分百分之八十是大 customer，然后百分之五十是 creator。那这样我们呃百呃百分之二十是 creator，嗯，这样我们就可以 forecast 下下个月的那个 demand 是多少。所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 server 去 process。那这 processing 我们在呃在台湾的办公室啊，因为台湾的电费比比美国的电费低多了，<laughs> 建了一个 server base。呃，那那 server base 里边有差不多十到二十个 GPU。 然后这 GPU 就帮我们 process，所以成本控制的还好。可是最呃最最近我们就是考虑，如果以后 scale，那那我们超过十个 customer 之后，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个呃挪到 AWS 啊，或者是挪到 GCP 啊，那那就会很贵了，对吧？那那就非常很很贵了。所以我我们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回答这问题，可是我们测试那呃、uh, AWS 和 A Azure 和那个呃、uh, GCP 的成本啊，uh, 我们觉得 GCP 还是最好的方法去做。然后你得去 Pre Rent，Pre Rent 一年就可以把成本拉下来，然后这样去做 Processing。然后当然可能会做 Hybrid 的，我觉得还是做 Hybrid，就是说有 Local 也有 Cloud Based。好，OK，徐教授。 啊，谢谢 Han 的分享，因为我我我我是 Severlink 的第八号员工，所以看到你在做 video editing 的时候，我想说，那 video editing 还可以做个生意吗？但是很高兴看到你在做 video editing for enterprise for 其他的 service 哈 <laughs>，所以所以所以有有我也被学到一些事情，但是一样回过头来是成本跟效益的问题，只、就是 cost 跟你可以拿到的 profit，<对>因为我们知道处理 DVR 这些 video，我刚才也提过很很大。 那我看一下你们 schedule 也是大概从去年开始 people 到这种 video editing 的<对>的的这种，所以很多事情可能你还不确定了。但是我我自己我们 run 一些 c r o w d based service 看到，其实那个在 c r o w d 的成本上也非常大，因为你 video locate 在，因为你在台湾算拉下来时间上去也非常非常非常久。那还是回到最后一个问题，事实上是说，但我我我我的我的我觉得那那 cost 那个可能是一个很大一个 concern compare with、嗯。 Service 或者 subscription-based service 你 provide d 那应该是很大要优化的一个、嗯、一个一个地方。那我的可能性还是在说，那你的你的 user，你的 subscriber 他会会会用多久？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这种 subscription-based service 一个 c o n t i n u o u s 的用。那回过头来还是他他用你的 service 之后，他的 user 的 feedback 怎么样？他的他的他的满意度？但因为你透过一一个他他大部分做 AI 做这种 generation 的，或是都有个问题是。 它的 diversity，嗯，它的那个我们叫做 interest 会比较低，因为都是知识套件出来的东西，嗯、大部分在就卷选上都会有这个问题。卷选上有一个很难很难的一个问题，在前面提到那个文本上也是这个问题。就 diversity 跟 interestness，因为有时候好的影片不是它里面有有多漂亮，而是 this does interesting, i n c h e c k i n g inside。但是 i n c h e c k i n g inside 是 beyond machine can generate。 你们怎么样看待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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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啊？因为是牵涉到你的 quality 的影响，绝对不是你给速度多快，但成本是个问题。可是你的 a l i t 题，你怎么 ensure 它是一个 interest 或是 i n t r e c t i n g enough？ 我是、嗯、很多种，明<白>你没办法用 major 的 factor，<對>怎么怎么确定它 quality 是好的？我我觉得成本从从从 financial 角度来看，现在还用 loc al, uh, local 呃、uh, local local machine 或者是以后大 server 啊、uh,，还控制的蛮好的，因为我们的 margin 都百分之七十。那我们的 customer 有五个大的 enterprise，那用要是从大的 enterprise 来看，他们他们付的那个 cost 或者是。 因为我们不是说我我们在台湾，可是我们生意在美国，所以他他们的我们我们可以收到 revenue 还是蛮高的，对吧？如果我们在台湾做，可能就做不起来，对吧？可是可是我觉得在美国做还还好。那呃，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嗯、呃，怎么可以决定这是一个很好的 s c i n g 对吧？那我们是用不同的 recognition model 去决定这个 scene 怎么好。那我们用 facial recognition，我们用 action recognition，我们用，嗯、um, 呃、uh, trend analysis，呃我们用可能差不多五十呃三呃二十个不同的 model 去决定这个 video 里面的 contextual understanding 是什么。 然后我们把这个就存到我们的 knowledge graph 里边。那我们的 knowledge graph 存完这些 data 之后，就开始做一个 scoring scoring system。就是说，我们先把那些 scene 都 cut 好。那我们怎么 cut scene？就是说，一个人在讲话，我们不能把它直接就砍掉，得等他讲完了。那这是一个 scene，我们就把那个 video 呃呃产成呃很小的 scene，然后每个 scene 都有一个 score。 然后这个 score 有两个 influence，一个是我们 user 告诉我们哪个人重要，或者是呃我现在想要 emotional short video，我想要 action short video。那这种的 input 会帮我们的 knowledge graph 明白我们去取哪些 s c i n e 然后从那个 scoring 之后呢，我们就从 top score，然后呃用用那个 format，用那个 user 给的 formatting 和 user 给的那个多少 sequence 或者是多长这个 video，呃去去。去 产生一个 video，那这是 user 的 input。第二个 input 我们用呢是从市场开始做 input。我们有 crawlers，crawlers 是在呃在网上跑的，每天在跑的 AI。那这 crawlers 是干什么？他们是在 social media 上和在 news website 上就去查，现在今天的 topic 是什么？什么是 trending？什么是很很，你 you know, exciting？然后把这 information 再 feed。 进我们的 knowledge graph 里，然后从这 knowledge graph 里边去决定，好，那我们现在把买哪哪些 s c r e、啊、e n 去 score high，然后再给那个 user external input 去决定这个 short video 是怎么样。好，谢谢，谢谢 Han，好，谢谢。<好>谢谢 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总共有四个团队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 A 运用 AI 在不同领域的应用，然后也非常感谢徐教授，然后也感谢燕在这边给我们很呃非很多精彩的 feedback，当然也谢谢现场的朋友跟线上，线上应该还是有两百多位的朋友可以呃陪我们一整個晚上跟我们一起分享哦。那如果大家对于呃 AI 这个议题还希望有进一步的。 了解跟研究的话，别忘了可以参加三月二十四号 PanAI 在线上举办的活动，他们要谈 AI 人才荒，以及三月二十九号星期二由 h i v e Ventures 主办的 Galaxy Summit 二零二二，他们的呃今年的主题叫做 The Future Enterprise，免费报名，地点会是在 TICC 国际会议中心，一整天的超大型论坛，当然。 呃，也要介绍一下四月份的创业小剧。四月份创业小剧，我们一样大题目谈的是元宇宙，但是我想我们透过一个活动邀请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团队来谈，应该是没有办法谈完一整个宇宙的。但是至少我们邀请几个新创团队，应该可以来谈谈这个宇宙的拼图可以怎么拼。所以对于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不管是在线上或者是在线下。 都还是一样，欢迎四月二十号的时候来参加第一百三十六场的创业小聚，我们就到时候见了，谢谢，拜拜。